要去哪里呀？我搬去河南的武馆。你不喜欢住在这儿吗？我觉得河南那边更需要我。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了，过两天我去看你们吧。你记不记得华英雄有个戴面具的兄弟？我记得啊，他已经失踪一段日子了，华英雄到处在找他。他受了伤，躲在西郊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有人要杀他。谁啊？谁要杀他？你不要问，我只可以告诉你这些。完全康复，能吃能睡，越来越精神。之前对中华路的不敬，请多包涵。这块匾代表众病人的心。谢谢谢谢，谢谢各位乡亲的抬举，能为各位同胞尽点绵力，中华楼不敢鞠躬，只希望日后大家能够团结同心，相亲相爱，不要再发生任何误会就好了。英雄，有消息了。什么消息？有鬼仆的消息了。真的？我从一个妓女那里打探到的，鬼仆受了伤，和一个妓女在一起。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你以为我弄这些事的容易呢？哎，其实也没什么，反正我朋友多的是。来，吃吧。你不吃啊？我吃过了。这山洞好像不太安全。就是不太安全，才不会有人发现我们躲在这儿。哎，你的腿怎么样？还疼吗？我来帮你捏捏吧。哎，不用。怎么，嫌我手脏是不是？是，我是伺候过不少的男人，我的手啊，又臭又脏。你不嫌弃才怪呢。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不就成了吗？别婆婆妈妈的了。罗汉，你怎么会在这儿？英雄，穆修罗还在里面呢。英雄，英雄。
你没事吧？是不是出不去了？不会的，他们还在外面，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的。也许等他们找到这儿，我给你敬酒。振作点，不要指望槐树香。英雄，可不可以把你梳头？你醒了，我在哪儿？英雄呢？你让中华楼的人给救回来的。那黄英雄他没事了，他刚才在那边躺了一会儿，他就出院了。出院了？嗯，他有来看过你，很可惜你没有醒。他有事，他就先走了。什么？他先走了？华英雄现在是唐人街的大红人、大英雄，簇拥他的人多的是。快成了吗？干嘛？急着出去啊？对不起啊。你呀。看你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的，难得你碰到好朋友，一定有很多男人的事情要聊喽。你真是个体贴的好老婆。少跟我风言风语的，那鬼仆的药帮你熬好了，顺便带去给他吧。鬼仆。肯进医院，盛奴很替你担心。这个是他替你煎的药，你想把它喝了，对你很有帮助的。还有那个一直帮助你的祭司，你不要到医院看看他。
婕妤正在煎药，你可以顺便拿过去给她喝。不用了，她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而且背景复杂，没必要去招惹她。对了，英雄，罗汉他不肯进唐人街，我把农场地址告诉他，他会住在那儿。我想你应该找他谈一谈才对。哎，你那个朋友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才不是呢，他是性情中人，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婕妤，知道啦，你去吧。你们有男人的事情要忙，我也有我小女人的事情要做啊。而且我新认识的朋友刚好是你的朋友，以后大家可以更亲近啦。这倒是，那我先走了。嗯，一会儿就回来。罗汉，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去吗？你说呢？在归岛你说过，你习惯独来独往，不喜欢跟别人在一块儿。是啊，所以才落了个当杀手的下场。本来想留在渔村，简简单单的过着打鱼的生活，但是想不到一样受人排斥。当洋人又重新掌握矿场，去搜捕那些暴动的矿工时，我一样被出卖，被驱逐。归岛渔村中有很多是中国人，你不知道吗？那些败类就是习惯了出卖同胞，自相残杀。我是不会踏足唐人街的，就是因为唐人街我受了别人的主使，收钱去杀回浦的。可以告诉我是谁吗？金太保，你认识吗？是他，就是他。幸好他找到的是我，我一听他雄容，便知道他要杀的是鬼谱。我跟金太保不是深交，但我们也没有仇恨呢。我真想不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就算你情如师徒，亲如兄弟，在利益面前，一样可以出卖你，并置于你死地。不，不会的。就如你，我们萍水相逢，相识在危险之间，可你三番四次的帮助我，就连我的朋友你都不忍心伤害，宁愿冒险背叛你的雇主，这个就是情义。而我相信的就是这个。只可惜人离相见，我除了一身武功什么也不懂，不干这种可耻的职业还能做什么？英雄，你我永远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好朋友。自从来到美国之后，大家都各忙各的，一直没办法见面。先你约我来，我们也看好可以好好的详谈一下，算是叙叙旧啊。今天我找你来只为两件事。第一，谢谢你把这房子让出来，让我好好的养伤。
你太客气了，你也是因为救我师妹才受伤的嘛。本来我是想当面的多谢你，可是你也知道，那时候我忙着应付新货的，所以没办法及时来慰问嘛。那你们的事情都敲定了吗？说到霍家的事情，我实在不能不感谢你啊。也多亏信货太贪心，竟然想要谋取中华楼，还好有你仗义相助，才能揭发信货的阴谋。这么一闹，我看信货的很难在这里立足了。英雄，你是一个人才，我也很欣赏你。我不只希望跟你交个朋友，也希望你可以加入公司。够了，别再跟我假惺惺了。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你找人杀鬼仆，但你可知道那个杀手是我的朋友。我最讨厌装腔作假，刚才跟你说几句门面话我都觉得恶心了。你整天算计别人，你不觉得累吗？干大事不拘小节吗？小节？这可是一条人命！你找人去杀鬼仆，只为了嫁祸给霍家，好利用我，利用我去当你的打手。我真想不到，你为了钱财利益，这么卑鄙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这里不是农村小镇，这里是三藩市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尤其是华人社区，帮派林立，想在这里生存就必须以性命相搏。你我相识那一天，霍家人已经派杀手来取我的性命，你也在场，你应该看得很清楚的。你给我听好了，你们要生死相搏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无关，也跟鬼仆无关。你别再找借口了，我就不相信不杀人是活不下去的。或许你是对的吧，对不起啊，我知道是我自己求胜心强，我过分了，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你和鬼仆。我金家这边的声音很多，随便你挑选，我相信总有你大展身手的地方。而且我也相信你和鬼仆啊。不用了，我们不缺这口饭。你找人杀鬼仆，修罗舍身相救，我看修罗的份上，不跟你追究了。我们不会再住在这里了，从今以后，你我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中华楼那里有地方，我们就先搬过去那里住吧。也好，要达叔在那里，彼此都有个照应。嗯，对了，修罗他伤得怎么样？我想去探望他。好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就带你去看他。嗯。干什么？修罗，你怎么了？你干嘛要抢我男朋友？修罗，你是不是误会了？我没有误会，我什么都看到了。不要脸！修罗，你怎么打人呢？他抢我男朋友，
我没有抢你男朋友，我跟英雄本来就是一对啊。你胡说，我跟英雄才是一对的。修罗，你怎么会觉得？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们只是朋友，别无其他。不是，你是喜欢我的。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对我是认真的？你还记不记得我脚受伤的时候你背我去医院，你对我那么关切，绝对不是假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两个被困在矿洞里，你紧紧地抱着我，生死不分，难道这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吗？但是一定是他，是他抢走你的心，你才这么说的。不是这样的，你冷静点听我说。我看看，你趁我受伤抢走游青，你还给我装死。修罗，你别这么冲动。修罗，修罗，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我！不要闹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居然为了他！修罗，修罗，要是喜欢人家的话，你就应该。爹，你说到哪去了？啊，太保，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姓霍的大患已除，我想把这里的生意安排妥当以后，回上海一趟。毕竟年纪大了，回乡走走也是应该的。我知道你想回上海去闯荡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爹，你是为了找大姐吧？我没有这么说过。这个人，你以后也不要跟我再提起。休息吧，婕妤。对不起，我不知道修罗他会这样误会，我一直只是把他当做朋友。你都说过了，我也都明白。婕妤，我发誓，我心里只有你，终我一生都只有你。贵仆，有钱无疑的消息了吗？有啊，有码头工人看见他上了一艘回中国的货船。肯定是他吗？嗯，那个码头工人也是从归岛逃出来的，认得他。回中国对他来说也是个好的选择。贵仆，我们也回中国好吗？回中国？嗯。你不是说你在国内杀了人才逃到美国来的吗？你现在回去不危险吗？这个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况且只要我不回清溪镇，整个中国那么大，他们要抓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杀师之仇我不能不报，即使有危险我一定要回去。但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我告诉你啊，这些啊全部是医院的病人跟护士送给我的。哎，你的事情办妥了没有啊？差不多了。你看，这是一个叫 Peter 的小男孩送给我的，他呀长得很可爱的，你真的应该看看他。还有啊，这是这里的护士，一个叫 Amy 送给我的。我刚来的时候啊，他不喜欢我，对我好凶哦，但没有想到他居然自己织了一条围巾送给我。那就代表你的努力已经得到他们的认同了吗？其实我一直以为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而讨厌我，后来我才知道医院因为多了我这个人增加了很多他们工作上的麻烦。所以英雄，我以前也很讨厌洋人的。其实无论是洋人或中国人都有分好坏嘛，我在美国这段时间其实看的也不少，矿场的那些洋人管工他们很可恨，但残害自己同胞的中国人那些才叫卑鄙。很像汤臣警长，虽然他是个洋人，但我觉得他处事还算挺公道的，比起那些为了自己利益而去残害别人在唐人街兴风作浪的霍家跟金家，他也显得更受人尊重了。说的是，只要我们好好的做，必定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到时候那些汽车、电话、新鲜的机器都能在中国各处通行了。嗯，你还挺有志气的嘛。你不也这样想啊？我在想，要是能够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也许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还有木西今天问我，他准备把乡间的诊所搬到上海去，可不可以等他准备好之后带我一起走啊？走吧。你是不是还担心修罗会继续纠缠？我不想留下来，只是不想加深彼此的误会。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反正都要走了，只是……只是什么？我丢了我娘临终时给我的玉佩，我怕我这样一走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弄丢的？这个玉佩本来是要订婚的时候送给你的，可现在……你娘的遗物不见是叫人很难过，不过若只是为了我，你就别费心了，因为我要的只是你的一颗心，有了它什么都足够了。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身子怎么会好呢？我爹和我已经决定要回中国了，不如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离开这里去散散新疆也好啊，中国的名山大川多的是，你四处走走看看，这样可以散散心，对身心都好的，怎么样？既然对方对你无情，你又何必眷恋呢？我这是为了你好。走。不，我不走。我为什么要避开他？他明明是喜欢我的，他怎么可能忽然之间就见异思迁？这说不通的，我一定要去问个清楚明白。等他伤好了，我就去找他，我要问个清楚明白。刘大叔，哎，怎么还不睡啊？我正在等你呢，来来来，等我。这一杯是我向你赔罪的。赔罪？
你有恩于中华楼，我实在不应该再瞒你，这样我良心不安呢。到底什么事啊？你曾经多次向我打听我师父剑圣的下落，我都推说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那剑圣前辈在哪儿？这样我就可以帮我师父完成他的遗愿了。恐怕你要失望了。师父他老人家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师父是为了华工出头，遭到黑帮的暗算，伤重不治的。我们刻意隐瞒他的死讯，是为了保护中华楼，因为师父的名号在这个地方还能够镇得住。只要人们以为师父还活着，那么那帮牛鬼蛇神就不敢到中华楼来惹是生非。剑圣前辈，晚辈未能向您讨教学习，是晚辈的遗憾，请您安息吧。这是师父他老人家的牌位，他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他的灵位带回中国老家。药先生，你要请我代劳，还不如你亲自拿回中国。我在美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感受很多。我看到很多华工生活艰苦，有些贫病无依，有些年老思乡的，他们都困在唐人街，苦无出路，每天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等死。所以我希望我回到中国以后可以筹点钱，帮助一些在海外需要帮忙的华工，让他们活得更有希望，更有尊严。姚先生，你在美国住的时间比我长，你看得比我多，感受比我深刻，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陪我一起回中国。可是中华楼需要我，有很多可怜的华工更加需要你。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但始终还是不能回乡去祭拜我爹娘。你不是想帮华工做点事情吗？在上海肯定比你回乡下能做得更多，反正我们早晚都会回去的嘛。徒儿回来了，请师父保佑徒儿能够早日寻到钱无义，好替师父报仇，也希望师父在天之灵能够助徒儿去帮助那些海外的华工以及国内的同胞，除了发扬中华武术之外，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奋发自强，别走上前人的悲惨之路。
你好，这里是在海外华工的一些资料，请你看一下。大家都累了，无论如何放开怀，好好的吃一顿饭。你们这阵子真的辛苦了。辛苦也是白辛苦，根本就是鱼虎毛皮，连出钱请客吃饭都没人要到。我看我在美国搜集到那些华工的遭遇，什么求助信函，他们早就已经扔进垃圾堆里面去了。这些人只懂赚钱，哪管别人死活。这件事牵扯到洋人的利益，那洋人自然不会管了。那些中国商人讨好洋人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帮忙呢？既然这样，我看呢，我索性回美国去算了，至少到美国我还可以替他们排忧解难的。生奴，你的字写的比较好，等一下吃完饭拿块木板写上一炉这两个字吧。你想替海外华工争取利益的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我们总不能天天去外面碰壁，等着坐吃山空吧。现在唯一能靠的就是生奴你的医术了，而今后你就是我们的米饭班主了。这倒不成问题，只是这里地方虽不算小，但住了我们几个，再设一炉恐怕就有点拥挤了。街角那边不是有间破屋吗？也没有人住，就这样丢着也蛮浪费的。那边环境虽然差了一点，但布置一番应该不成问题。那明天我们就到那里打扫打扫。哎，姚大叔，轻言放弃可不像你的性格哦。好了，别用激将法了，我要半仙的医术难道比不上神奴吗？这一炉岂可没我的份儿啊。啊，卑鄙！这是老天有意，让我碰到你。我问你，英雄呢？修罗，我想你误会了。我跟英雄他……我不觉得你跟英雄扯在一块，英雄是属于我的。我跟英雄从小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还敢骗我？你看这是什么？是英雄送给我的定情信物。这是英雄他娘的遗物，他找了好久，怎么会在你这？我是要告你的。休得伤英雄未婚妻。他不是英雄的未婚妻，这是你一厢情愿。我这英雄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你要是再纠缠下去，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我在矿洞为了救你差点连性命都丢了，你居然恩将仇报。就算你救我一千次一万次，只要你敢伤英雄未婚妻，我就杀了你，再自杀谢罪。我偏要杀他，我就要杀他。别丢了！
必须竭尽日之之。幸好那些华工的血泪经历，还有求助信函，我都多抄了一份。今天我跑了好多家报社，终于有一家考虑要刊出。真的，真的太好了，让这里的人都知道外面的世界。 这样报道下去，很快就能引起商团们的注意了。我也这么想。那你呢？一卢弄得怎么样？欠缺的东西啊，我今天都补齐了。顺利吗？顺利啊，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怎么了？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什么事。你们干什么？ 快把水放下，不许跳水了！不要跳了！快把水放下！你们快停手！别把它弄！喂，别打水了！快住手！停到没有？别打水了！你们快住手！你们都把水放下，不然统统都是混蛋！你们都是一群乌龟王八蛋！ 我们是吴王八蛋，那你是什么？别管他，快干活！快，你们为什么替他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这么走一转，你做十天工钱，为什么不做？我不管那些有钱的狗仔的是不是人，反正出得起钱。你们真以为这些水是送去朝廷管的？人家有的是自来水，用得着这些？将军，住口！ 这些水明明就是送去烟馆的，你们都让我惦记骗了。